自己的新的时间，那我希望所有不管是我们召唤师、我们的玩家、我们的粉丝，或者是热爱我们游戏的朋友，赶快呢来到我们活动现场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待会我们的舞台活动时间是我们神魔武将朝圣会的时光，要邀请到我们台下所有我们的玩家朋友，有机会可以来到台上一起跟我们神魔武将来闯关哦。所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朋友，赶快呢来到我们神魔之塔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一场的活动人特别的多，每次呢，因为我觉得我舞台好大，我都要找一下我们正中央在哪里，这里对不对？来，现场的朋友，相信呢很多。神魔之塔的玩家，对不对？那稍微小点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呢，我现在打扮跟我本身原本的造型完全截然不同，所以我怕大家忘记我是谁。我叫做丁小雨，羽毛的雨，粉丝团也叫丁小雨。希望大家还认得出来我是谁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认得出来我是谁吗？还行，对不对？那有人知道今天丁小雨化身成神魔之塔里面的某一个角色？有人看得出来是什么角色吗？角色有桃木剑，有八卦在我身上。有知道是什么角色吗？知道的爱人请说是什么角色。小魔女。小魔女，而且是几阶的小魔女？4阶还是3阶？4阶未来可能会出来啊。目前是怎么样？3阶，好不好？4星的小魔女，木魔女凯莉丝。那希望呢这个打扮呢可以博得大家的喜欢。但是肥料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如果没有肥料，你们的卡会99等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小雨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要增加你们卡片的等级，记得小雨是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呢，也可以投给我一票。因为呢，我们现在有我最喜爱的神魔女将的活动，小雨是几号？Shut up!
所有支持我们漩涡之塔的玩家召唤师粉丝朋友，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台下的玩家上来来玩游戏了。来，现场的朋友，玩游戏不但可以跟红玲亲密的互动之外，还可以获得魔法石。仔细看，有我们的页面的，有举起手机的就可以挑选它，就可以挑选它。但是因为现场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环顾四周来选出那么一位。OK， 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请红玲只会选出一位玩家朋友来到台上。想要玩游戏的朋友，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红玲在哪里？全国之塔。红玲有没有觉得哪一位特别想要选他上来的？一定要等级多少之类的？大家都跟我们神魔之塔玩了一段时间，那我想知道你们都知道我有一个公费，每个名字上都会挂上头领，都是属于我的，就是最款的成员。那你现场有？所以那位呢朋友已经送完了吗？好，请上台。来，是红玲的粉丝吗？非常支持他吗？也是红玲追团的吗？哦，太好了。所以来问一下，有没有信心跟我们红玲来玩这个游戏，可不可以挑战成功？有没有信心？好。那你知道玩什么吗？玩比赛跳舞。掌声鼓励。就是呢，请你们往后看，这个呢是冰出神国 T 恤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在我们活动现场销售区呢，有我们 Q 版的这个 T 恤在销售区有做贩售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了又让大家加深我们印象，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红玲来拿着这件 T 恤好了。那我们这件 T 恤呢，上面总共有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是你要玩，总共有九个图案，九个 Q 版的图案。在我们销售区有做贩售之余，待会你的任务就是呢，要跟红玲一起一分钟以内将我们的图案全部原封不动的拼上去，全部原封不动的拼上去，这样明白吗？明白，但是记得要把它立起来哦。好，那我们待会背板的图是不会消失的，所以你可以一直比较的，一直对照的，好不好？那因为我们红玲呢，穿的比较性感动人一点，你只要加油就可以了，不用帮他，你只要加油就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一个人可以完成吗？只要他的加油声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应该不需要他帮忙，对不对？百分百的信心，平板要不要帮你保管一下？我不会还你哦。不行，因为你看你都是绿色的，你到底爱他还是爱我？这时候讲清楚说明白哦，你到底是不属性还是我属性？我属性，那
怎么回事？就是要送给我的意思。好了，不要再废话题说了，赶快，我们要准备计时一分钟，让你看一下我们的背板十秒钟的时间，就要准备开始咯。好，请看我们背板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请开始，帮我拼出我们的第一次专属在电玩展的全国纪念 T 恤。只有第一次的专属，让我们电玩展所有的玩家有机会可以抢购回去，就在我们红林手上。那我们现在计时一分钟，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只剩下倒数的四十秒。那这个游戏呢，也是要让所有的玩家呢可以认识到这一次哦，神魔学堂不但呢很用心、很贴心，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抢购得到这么卡哇伊的神魔 T 恤。已经完成了吗？好，时间到。那我们红林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的。有没有错误的图腾？全对吗？台下的观众朋友，全对吗？要给他魔法石吗？为什么不要？哎，还是他这台平板电脑送给大家，然后送给他魔法石。你要看他愿不愿意呀、啊？你要魔法石还是你的平板电脑？还是你只要跟红林的合照一张？有事吗？好了好了，赶快喊你，赶快去后面输入就可以了。今天获得三十克的魔法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游戏要请玩家朋友一起上来，也是用蒙福利给你们的那小雨通肉酱。这个游戏一点都不难，完全是造福你们的。想不想要跟红林亲密互动？非常想的朋友在哪里呀？想不出来，还是只要比大声就可以了。有看到你的照片了是不是？所以你要选他吗？好，选哦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如果下次想要博取红林的注意力，就是穿大红大紫就对了。来，邀请这位，请上来，请上来。去了。来，请上来，小心哦。好，第二场的这个游戏呢，真的是被你赚到。然后来访问一下。你的粉丝都比较有钱哦，都拿平板电脑哦。好，访问一下，怎么样？是红林的粉丝吗？超级大粉丝，那上一位你把它放在哪里啊？怎么样？他是第二名，你是第一名是吗 ？OK， 但是呢，在红林的心目中，每一位都是 number one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平板电脑当中，除了玩《神魔之塔》之外，里面有多少红林的照片？那你女朋友的照片几张？没有女朋友是不是？那机会来了，因为这场活动呢，没有女朋友，女朋友不会吃醋是不是？女朋友很大方哦，哦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一种感情真的是很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请红林跟所有玩家要玩的游戏呢是长筷子喂食物，也太好了吧！哦，你知道是谁喂谁吗？红林喂你哦？不是哎、欸，是摄影大哥喂你吃。掌声鼓励！大家说红林喂他还是摄影大哥喂他？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因为真的红林真的很觉得很你很棒，所以我就请红林喂你吃我们的鸡蛋糕。那也请这位玩家
的乐趣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请我们的红梅，请开始喂食我们这一位非常幸运的粉丝，好不好？那台下呢也很支持红梅，可以好好的瞪他一下，怎么可以这么好？是来被喂食，还可以获得30颗的魔法石，哎，你可以吗？而且他私底下是很可
对不对？而且我真的不喜欢跟你同台，因为呢，你整个比我高很多，还是你不要坐椅子上。哦，没有开玩笑，因为小雪真的也是，跟红玲啊，还有我们待会下一位的苏红玲酱，都是很认真经营他的粉丝团。而且说一下你自己是不是神魔的工会，不止一个。太扯了吧，30个工会耶，而且一个工会里面有40-50人可以加入，所以你的粉丝到底有多少？28万的粉丝哦，所以台下的民众有谁是小雪的粉丝没有哦？从头到尾都一直一路走来支持他的，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的多，小雪看到大家也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今天算是他第一次来到台上参加我们神魔女将潮生会。的互动，当然我邀请小雪稍微自我介绍，或者是呢，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玩神魔之塔的经验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小雪，那这次小雪是在里面呢、啊，是表演就是水屋的角色，那希望大家会很喜欢，因为这也是就是小雪算是第一次cosplay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机会来了，让小雪有一个机会回馈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一样呢，我邀请大家，如果呢有手机页面的，要秀出来，因为攸关待会我们小雪呢要选的玩家到底是谁，好吧？因为我们的先决条件是一定要有我们神魔之塔的页面，有我们游戏画面的 UID。OK， 所以呢，想要跟小雪上来互动玩游戏并且拿魔法石的朋友在哪里啊？都可以。
这个样子的，是要玩我们实体卡的接力赛。那也请我们工作人员请上道具。那待会呢，你要我们小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啊，不管是输或赢，我们都有送魔法石。那因为这一关小雨自认为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刚刚都是什么福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来，请看到我们现在是有两个酒瓶，有对不对？上面呢有两叠的扑克牌，待会小雨会计时一分钟以内，我要请你们慢慢的、慢慢的吹，不要不哈就这样子吹完了，要慢慢的吹。为什么要慢慢的吹？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上面有放一个我们新版的实体卡，新版的实体卡，我希望请你们两个呢慢慢的吹过程当中，只剩下一张实体卡在酒瓶上面，所以如果你吹太大力的话，实体卡会掉下去，就输了。就输了，我要两位玩家，小雪跟你都一样是实力卡，只剩在上面才算胜利。那么如果胜利的话，我会送你60颗的魔法石以及5张新版的实力卡，明白吗？以及跟小雪合照一张，还是合照不用了？哎呦，合照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准备计时哦。了解游戏规则吗？要慢慢的吹哦，小雪也是慢慢的吹哦。好，一张一张的吹哦。好，我们计时一分钟，准备开始我们实体卡的接力赛。倒数3、2、1，请开始。想办法慢慢的吹，因为呢，如果太大力的话呢，我们实体卡是会掉下来的。那我们最后呢，要剩下实体卡在我们酒瓶上面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哦。当中怎么样？假定弄破万加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只有30颗没有回到。哦，小雪现在还是很慢，而且真的就是要慢工出细活，慢慢慢慢的来。我们现在剩下多少？剩下20秒，对不对？剩下20秒的时间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呢？最后露出我们的那张实体卡，而且是新版的实体卡哦。相信所有玩家都很想要收集到我们新版实体卡。10、9、8，哦，已经时间到了。看一下，卡片就这样完整不动的在上面，好吗？新版的卡片，所以因为它挑战失败，我们就是送给他30颗的魔法石哦。那合照就不用了啦。好，合照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好啦好啦，那你们合照一张，送30颗魔法石给你。来，请两位呢站在正前方。补救一下，也请我们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奖项。可以啊，可以来30颗的魔法石，其实不容易耶。你们自己想看，扑克牌上一叠，你要怎么一张一张吹？所以我才说这一关很难。好，合照一张，并且可以获得我们30颗的魔法石。手机了，对对对，好，对，你们最爱的
一直挥手的那个，应该不是拿扇子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对不对？来，请这位玩家请上台。哎，我们发现啊，我们神魔女将在挑选玩家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小小诀窍，都是会挑一样颜色衣服，是一样属性的哦。所以明天如果大家想要特别支持你的神魔女将，你可以特别准备一些特殊的道具。好，那我们这位玩家呢，要准备要玩的游戏就是我们快传球，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请上道具。好，这个游戏呢，哦，刚好我们这个玩家跟小雪身高差不多，所以应该不是太难的问题。待会呢，会请两位玩家，我的玩家跟我们小雪呢，拿着筷子，利用筷子呢来传球，传到旁边这个筒子。计时多久呢？计时两分钟，两分钟的时间要传五颗球。那如果呢不到五颗球，就送30颗魔法石；五颗以上呢，就送出60颗魔法石。这样明白吗？明白啊，知道怎么传吗？怎么传知道吗？怎么传？啊，你们这样子拿是要怎么夹？哦，其实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我是这样想的，你们这样子拿，小雪在里面好了，小雪在里面画面比较美丽，那你就屁股贴着大家，好，这样子拿，好不好？传过去要五颗球就可以了，计时两分钟。来，准备倒数，3、2、1，请开始我们的快传球。球可以放在上面，但是走过去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掉落下来，掉落下来就失败哦。来，小心小心，两只手可以一起拿筷子。好，怎么样？两只手还是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，小心小心，因为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呢要小心。好，目前有一颗球，但是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哦。好，第二颗都选蓝色就是了。好，准备第三颗球，那如果有5颗以上，我们就送出我们60颗的魔法石。第三颗，好，紧接着呢我们第四颗，哎，默契有越来越好哦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舞台，可以跟粉丝朋友一起培养感情。好，最后一颗球，好，目前都没有掉落下来耶，非常的顺利，时间不到哦，才120秒而已，掌声鼓励。来，请我们的玩家跟小雪一起合作一张，并且颁发我们60颗的魔法石。好，请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奖项拿出来。那你们两个站前面一点好了，慢慢拍到我们的篮子。好，获得60颗魔法石，你可以抽卡抽到死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没有水屋，赶快回去抽一下，可以抽12次。好，再次谢谢这位玩家，来，请到后台来做领取。最后，最后，小雪有没有几句话想对他说？小雪很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。那在未来的部分，小雪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支持神魔之塔，还有支持水屋小雪，好吗？好，当然好，而且小雪你讲话有进步，越来越好。好啦，再次掌声谢谢小雪，谢谢我们的女神水屋哦，谢谢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有，来来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位神魔女将，好，就是我们的，大家都说暧昧是谁呀？想不想跟他玩游戏？所以我们准备欢迎他出场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暧昧小乔。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太正，太有个性，太性感，太好看，太帅气了。来，乔乔，我们好好的跟粉丝朋友打声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是乔乔，是10号的。那我扮演的角色是藏和瓦尔基利，目前的等级是146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好友哦。太好了，记得要加他好友，并且是投给10号。难得今天没有带武器上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对粉丝温柔一点，所以一样的台下粉丝朋友有机会跟乔乔上来玩游戏，并且获得我们魔法石。
时了，所以呢，待会我也会请巧巧上来，请玩家来玩游戏。所以有巧巧的粉丝没有？有喜欢巧巧的在哪里？啊，你们背包里都有暧昧吗？有。解放了没？好，但是我们的巧巧不是扮演解放过后，但是未来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一样的，我要请巧巧呢，待会帮我选出一位玩家先上来玩我们的游戏。好，所以呢，巧巧一样的认真帮我选出来呢，一定要请帮我拿手机画面的哦。
么辛苦。好，请我们艾美来颁奖，请工作人员呢递上我们的奖项，60颗的魔法石。那我要请两位呢往前站一点点，让翠英先上我们摄影大哥的镜头。恭喜你可以获得魔法石60颗。
间断了呢？除